大家好，我是爱原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原神公主享会水火的主人高兰打怪活动原神 5.1。公主享会第三关。这次是要打蒸发，但是给的 buff 是普攻和重击加伤。不过只拿原石的话，拿国家队打就行。晴秋、班尼特、香菱，再随便带个就行。至于最高难的流接性的托莫尼埃会和乌林，所以月梦这边是带的弧形中叶林，阿宪打不动的。莫西修罗瓦刀克莱也是震惊了，罗巴这队伍对单也不能说伤害低啊。但是打最高难得三王就是没打死，差一点。太久没抽卡也没抽命座，已经不配打高难了。诶他又路过阿曼雷嘎蒂嘎达斯米那瓦我雷嘎马波雷有你有几看到哟哈那几个植物进来的打打滚可爱滴腻腻我看呢嘿抹一道啊好嗨咋咧诶诶好好光路剑网马盖的台和靠屋里阿美一个地盖的吸收的瓦刀可爱呢塞你那个说把你的给了对吧呀可爱好咋咧